今天欧巴团队呢又来直击金曲入围的歌手们，在我旁边也是哦，这张专辑我非常喜欢，今年入围了最佳新人奖，还有最佳台语专辑，甚至还有年度专辑奖的青虫阿威。怎么这么厉害？谢谢。神大奖哎！我们今天要来玩游戏，因为这一次呢，专辑也是以台语为主嘛。是。可是呢，今天要给你们进行一个比较狡猾的，就是给你们猜歌。但是呢，我会把那个你们的歌词全部唱成华语。好。OK 哈。好。Number one， 第一题。想要看你举起绳子，幸福快乐。郭宏，这么快？郭宏，出来了。答对了。我觉得猜他们歌真的太容易了吧？好，第二题哦。一次一次伤害你，真抱歉哟。吉尼，这么快？刺猬悲歌。答对了。我觉得唱得很好哎。对，是你诠释的太好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回家了耶。他们太容易答对了吧？好，来，我就要直接进阶题了。第三题，把双手交给我，把眼泪交给我，让我在黑暗的尽头里和你一起脆弱。Crispy 的歌，啊，吉吉尼，你也猜得到？可是我不确定歌名是不是啊？是 Crispy 的，把双手交给我吗？还是叫黑暗的尽头？黑暗的尽头，黑暗的尽头，确定吗？黑暗的尽头，对，黑暗的尽头，答对了。把双手交给我，把眼泪交给我，让我在黑暗的尽头里和你一起脆弱。我已经加深难度了，为什么？有这么容易猜吗？Crispy 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哦哟，那个题目真的难一点啦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已经达到三题了，耶！恭喜青虫，这个复古小卡，所以会有50个人看到你们的复古小卡。工作人员辛苦了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青虫阿威，追踪你的国民欧巴，一起成为娱乐 C 位吧。